OK， 今天我们来拍，我们要来做鸡仔饼。OK， 首先我们用的材料是这个捕鱼，拿两片出来放进去了。OK， 厨师是这个人。OK， 然后我们要拿的那个材料是它的字，它的字我要一汤匙，放进去。鱼两片，它的汁一汤匙。OK， 100 ml 的油。这个已经倒多了。好吧。哇，那味很恐怖。接下来呢，就是拿着麦芽糖去烧，烧一下麦芽糖，去烧。够满了吧？够了，快点，冷静。接下来给它流完先。不能的，不能流完的，来，要快快。搅啊搅，把它搓破了啊。搅它吧。多少糖啊？要150。不小心，这东西做到像不小心了嘞。不要放在那里煮完，我搅它。这个一定要大人才可以碰到我，小朋友不要碰到我。这里放什么？糖。看一下。胡椒粉。小心啊，轻轻，那个风扇啊，你要给到我低一点。
两只糖只用到这度了。薄薄的一层就好了，不要挤，不要弄到那个掉出来啊！再继续，不仅你放下去掉哪里啊？继续，用它去放它。小心，不要弄到地上啊！放它。You